另外一關就是呢個小弟的心水，就是星期三第十場帕拉尼恩斯對呢個青年體育會啊。咁啊，嗰場感覺之餘咧，呢場係我自己度嘅心水嚟嘅。我揀呢個帕拉尼恩斯嘅讓球主勝啦，讓半一啦。睇翻青年體育會咧呢隊哥倫比亞嘅隊伍咧，其實咧踢呢個自由杯嘅南美球會杯啦，叫做咁啊，作客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得好少嘅啫。咁啊，近八場啊失作客咗兩場啦，一場就和波贏唔到啦，一場就失咗兩球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巴甲呢隊咧帕拉尼恩斯咧，當然主場勁之餘咧。我覺得實力上都會高過哥倫比亞的球隊嘅。今次馬會開個半一咧，中水到啦，1.9咁 OK 嘅合理啦。咁我食住半價就搏佢全價啦。咁啊推介條過關就係頭先1.5倍乘呢個1.9倍，就係呢個有人撳唔到啦，咁冇計啦。咁呢個咧就係1.5倍拜仁嘅2.5入球大，就乘呢個1.9倍。咁啊照舊買翻200蚊，同埋2串1。咁啊今期嘅推介咧就係咁多啦。星期三第5場入球大，星期三第10場讓球主勝。